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听王老师侃土耳其，这家伙真是意犹未尽啊。而且呢确实是引起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土耳其啊，我有时候觉得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人的这个心灵啊，它会是多么的复杂和这个矛盾。比方说他们讲就是说原来你比如说一方面在土耳其的有的大学里，这女孩子在海滩呐、啊，比基尼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她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说你看现在，就是那个清真寺这周围100米还是什么学校周围100米以内，现在已经不能卖酒了，或者不能够有什么，就现在他们又会感觉到啊，有一些这种好像伊斯兰化的这个痕迹啊，在而甚至是出于埃尔多安、出于政府意志的，在进入他们的生活，逐渐的，就等于，所以我觉得有点意思。咱们那天谈到，王老师，你说一个已经开放了的，就像向西方开放，就包括像咱们改革开放，假如这个一个地方的人呢，他已经开放了，但是他还能回去吗？但他的传统并没有消灭。你比如像咱们刚才看那两个美女，绝对美女，他们的这个服装包括头巾，这种头巾在法国的学校里边禁止戴，是吧？所以它就是很奇怪的事儿，它和这个欧洲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实际很多。我原来第一次去土耳其是1987年，我住在他的那个就是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旅馆里头，我就非常奇怪。因为我就看不出一点穆斯林的痕迹啊，他那个菜单里头什么都有啊，是不是啊？这个属于这个就是猪肉的这些东西他都有，都做得好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可是你要往他的东边走呢，那他大地上还保持着原来的，起码他还保持着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的这个法则。我也是只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也感觉他这种世俗化的层面和这种还保持那种传统的伊斯兰教的，一到每一天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钟声，就会有一大片的人，包括店铺的人就在那儿祈祷，这都是完全是并存的，而且是和谐的，好像没有什么尖锐的冲突那感觉。可是实际上它这里边的这种张力啊，就这种两个势力要像拔河一样的这种暗中的较劲一直都是存在的，你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比如我们那个招待我们这个女的，她就是伊斯坦布尔人，而且也是一个世家出身，她自己就是他是一个学者，而且他后来获得了就是您说这法国的什么法兰西学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位，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世俗化的，对这个西方的理论也很通，可是他是坚决的要捍卫这些戴头巾的女性在学校里的权利，包括在法国，他都是站在这个，他又是世俗化，可是他又认为我们世俗化的价值观之一就是要包容。这包容就是说你要包容这些伊斯兰教的这些传统的这一部分。可是到了最近前不久，就去年吧，那个政变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这个朋友哈，他就非常的尴尬了。就那天晚上他说他正在一个传统的这种婚礼当中，穿的非常华丽的这种，正在婚礼当中婚宴刚吃完，突然城里就是政变了，一路上他们就在就是说他就感觉到像他这种已经是一个，他等于应该算他们那儿一个公知吧，就这种公众立场上虽然算是呼吁就是宽容的，可是他也是一个西化的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表啊，他感觉到一种就是威胁，就是这种民众的情绪实际上在向回头，在向保守的方向在倒。可是你说他完全是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极端的也不是，这个包括像中国他在这个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么一个问题。我常常说这么一个话，我就是我说的是中国，但土耳其也一样，你拒绝现代化就是自绝于地球，你拒绝传统就是自绝于人民。这话金句啊，所以您得在这两者之间打太极，你得就是说一边让它现代化，一边你把你这个传统啊能保留的还是尽量让它保留。您这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也可能得该让它接轨得让它接上轨。你要对现代化
也要用传统文化的一些语言加以解释。你对你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你要也要用现代化的概念来加以新的这个发展。哎，您说这个孙中山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呀？对呀。共和呀，这本来是西周的时候中国三代的时候的词儿，对，他用来说咱们建立一个共和国，这很棒，他这是民族，他这传统文化的语言，是解释这个事嘛。但是我觉得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也很复杂，就是他好像是这个伊斯兰教文化里边或者中东西亚也好这个地区里边最成功的一个世俗化的典型，对又选举民主啊，政体总统共和议会，然后呢又世俗化到了比咱们这个世俗化的程度，连语言都改了那么多，然后有一批精英，包括军队都是认同这个的，对吧？是可是同时，凯末尔当时就改了。凯末尔对啊，他非常极端的，比咱毛主席还要激烈，还要极端，甚至。可是呢，到了一定时候，就像那个钟摆，它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咱们现在不也传统国学什么也在往回找补嘛，是吧？你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这种传统的认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比较这事情就比较微妙了。这个太极拳它能不能打好，我觉得这西方也是在我觉得密切关注啊，就是说也要跟这埃尔多安搞好关系，因为他也是在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关键部位。他是我前面提到，就是说和俄罗斯的这相似，他也是在中西之间啊，他恰好在这儿。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们那朋友就是说我们这儿是正好是在中西之间。所以他也说欧亚之间，他说你看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一个长发红头发什么这种非常，可是对他们那古老帝国的记忆，那简直是如数家珍呐、啊。哎，就是，所以我这是我现在跟你们学习多了，我这个头脑也有点复杂了。就是，比如过去听有些人讲啊，就是说，干嘛非要统一啊，是吧？干嘛非要什么大国主义啊？搞这个干什么？欧洲人家那么多小国。甚至于还有人说这划清而治也挺好，甚至后放出这种论调。后来啊，我就你比如说我最近看这个李玲老师的一些个考古学的这个研究啊，我就才发现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强国梦，一个大国梦，它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是你这个民族文化基因里。你比如说有些你都没想到，咱们今天说国，就是有个青铜器嘛，叫和尊，就是那里边最早出现中国，叫宅兹中国。对，中国指的是什么？国在这儿指的是一个城市，就是首都。我们过去啊，从古的时候，比如叫宅兹中国，那个时候说的就是洛阳，那意思就是说啊，我这个王啊，我从洛阳这儿出发。所以你看，为什么北京就感觉好像概括了全中国一样？就是实际他这个意思是一个中心，中国的意思就是宅兹，我从洛阳这个地方出发呀，我来俯化天下。基本的这个结构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国都，就叫国，然后呢最小的一圈啊是我的王臣，他的采邑，在外边一圈呢是封建，封建就是诸侯封的这个地方，在外面一圈呢叫做这个蛮夷，这个蛮夷哎，就在圈，这就一个小番邦，小番邦就辐射的这么一个普天之下的概念。对，所以他就说啊，从来就是大一统，你看从周灭了商就是一个大一统，然后到他就统合了其实夏商周的这个范围，然后到了秦，他就是统合了战国七雄的这个范围，就整个这个国家的记忆一下到一些元，这是清，这是疆土之大。因此你要说你现在中国，他这个梦啊，就跟土耳其说的这个强国梦啊，他是其来有自的，对对，是吧？他不是说简单的说霸权主义这么简单，不是，土耳其啊，实际上它的生产也很发展，是吧？它的这个什么，不是俄罗斯承认他们的蔬菜和这个水果很大一部分来自土耳其。我就是最近看他们的文学作品呢，也不可轻估。我记得咱们在这儿也聊过那个，就是红啊，什么叫红？红帕慕克是不是就看过帕慕克你不还见到了？在对，我见到一个帕，我还说到了，我说我们王老师说很喜欢您那本书。对对对，他的文学也不是开玩笑的。那么他的那个想树立自己的力量，想树立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都很自然的呀，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人也想发展自己一样，并不是说是绝对的。反过来说呢，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你说如果说每一个大国，每一个中古时期的或者十五世纪以前的大国都恢复成原来那个样子，那也不可能。而且我们现在说的，我觉得还是从那个中心的角度哈，我就是从帝国的角度看，只要这个衰弱的帝国重新再起来，就像中国现在我们觉得、哦、我们又起来了，这个土耳其也是，我觉得埃尔多安底下他肯定下边也是这些年经济也不错嘛，他都得有这么一个基础。你从这个中心帝国地带的，不论是从上到下都有这么一个心劲儿，我们又回来了啊，老大又回来了。可是你要只要稍微换一个视角，他周边的这些小国马上就紧张了，这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这重新再回来啊，其实是要谨慎的，是要当心的。我们在这儿觉得，哎呦，我们受了100年或者200年的屈辱啊，我们现在要怎么怎么样了？可是那些小国，他从来是活在这些大国和帝国的夹缝当中的呀。我们现在不，刚才说土耳其说那些库尔德人，他肯定不是这样看这件事儿的。还有他们那个阿美尼亚那个大屠杀，他肯定也不是这样看这件事。对，有这些。也，他屠杀了那么多人，他到现在他不承认啊。他还至少在公开，他只是民间有这样的呼声，对吧？要承认，甚至那个帕慕克是不是也提过这些？但是政府是压着这件事儿的。这些我觉得，帕慕克要是按土耳其当土监给治了，他已经都逮捕了，对他进行审判了。但是那是欧盟派代表派多少人在那儿盯着？听证盯着。最后就说宣布无罪了，就是这样。我都聊到土监了，这够土的。如果你们有汉奸，就有土监。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都聊得太高屋建瓴了啊，感觉又概括全世界了，是吧？王老师，你难得来一趟，也关心一点下里巴人的这个事儿。好嘞。而且也跟你们文学界的事儿，就是刚才都说到这个作家都成土监了，对吧？哎，中国作家有一个作家，哎，他呢可以说很世俗，对吧？但是呢，这个最近呢也在两岸三地惹起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我肯定很熟悉他啊。我们见过面，我请他在北京饭店吃了饭，琼瑶、啊、一会儿琼瑶和平鑫涛，而且把这夫妇俩还请到我家里，那时候我住在那个北小街46号一个小院里头，还坐了一会儿，还喝了什么葡萄酒啊之类的。哎，我还介绍他到我的书房里，我跟说你看看我这书。平安这个琼瑶给人的接触当中印象非常好的呀，很温婉，嗯，很普通，很谦虚，但是怎么？这平鑫涛先生，平先生给我印象也挺好的，嗯，但是怎么现在跟这个平鑫涛的前妻的子女，在关于平鑫涛啊，插不插这个鼻胃管的问题上？打的，我知道。哎呦，这个新闻你说还真是，这真是叫下里巴人，就是老百姓真关心这事儿。我这第一次不是从报纸上，也不是从微信上听到的，是在菜市场，我就不是副食店，我去买菜的时候，听着两个那个卖菜的在那儿说呢。你说这琼瑶他们家这老公，这插管还不插管？你说咱们那父母真的有这么一天，咱们是插是不插？真的真关心这事儿。对，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讨论过，因为这个琼瑶阿姨蹦蹦发一文章说，我将来啊，这个百年之后，就是什么管子都不能给我插，对吧？现在才知道啊，他那个时候是跟子女吵架呢，他这是一个姿态。然后呢，这是因为平鑫涛缠绵病榻失智症，我不知道失智症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的老年痴呆症，台湾的叫法。对对对对。然后呢，对，现在就是说医生要插鼻管。脑软化，我估计是。哦。叫脑软化。脑软化不一定要插管，他还中风了，是不是？就是本来就有失智症，嗯，但是呢，中风了。
所以呢，现在就说，据说这个琼瑶呢也照顾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原来立有一个嘱托，就是说，当我病危的时候，平鑫涛啊，就是说，那我不要给我插管啊，进行这种损伤性的这种抢救。但是，这个子女说了，前妻的子女说了，说这没有病危啊，说医生没有说过病危啊，他那没有宣布病危。你为什么他就要插呢？结果琼瑶就像他电视剧里的人物一样，哎呀，我错，都是我错，我不管了，我给他戏剧化了啊。其实这里边我都看了，那些八卦又出来了。前妻子女们原来心里还有个情节呢，对吗？这您当年这个是把我这个父亲给撬走了，你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快乐建立在我们母亲的痛苦上呢？哎，王老师，您这是这个呀、啊，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我就今天收到作家文摘上有一篇文章，是我因为我来的太急，我也没看清楚是谁写的，哦、叫做就描写平鑫涛的幸福生活，哎，就陪琼瑶老去也是浪漫的，名字就很琼瑶啊，名字就很琼瑶了，啊，就说那意思，俩人生活就到虽然晚年了，也甭说晚年了吧，人比我都年轻的多，这个也虽然年龄渐高，但是仍然过着幸福的，而且是浪漫的，是充满了情爱的生活。结果现在又出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这别人的私事啊，说不清，说不太清楚。哎，我们就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至少我们见过面，一块儿吃过饭，一块儿都表达的都是友谊。我祝愿平先生呢病情能得到缓解，最好能够康复。我也希望这个琼瑶女士呢。不必生气了，一块商量着，人都到这时候了，谁都有年龄大的时候，是吧？另外跟这个原来的子女的关系很不好处，我一想就不好办这事儿。嗯，咱们这儿绝对出不来好主意，我告诉你，是。他们只能憋着冒点坏水儿，不是坏水儿。这王老师是忠厚长者的看法。对对对，啊、都说的。但是这里面也确实涉及到他作为这样一个在这个他的小说他的电视剧这个影响曾经这么样的大、嗯、我倒觉得呢我在因为我没有看过他这些电视剧啊、嗯、但是我看了一个女作家可能是写的一个公众号，我倒觉得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他说琼瑶的这个小说当年影响过一代人呢，对吧？他说琼瑶这个小说包括他的电视剧，他说我看来看去看到最后他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只有我的感情，就是我的感情是全世界啊、嗯、啊，我爱上的他你不让我爱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他很少想到换位的思考。你这是用理性的观点去人家彻底文艺小说不都是这样吗？就是我就是全世界，而且我就是一个彻底的感情动物。你要用会用脑子的时候，哪还有这么多浪漫啊？这马上就变成柴米油盐，变成利益的计算了，是不是？不，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讲文学是人学啊，嗯、不是？我是说呀，像这个问题、啊，烟雨蒙蒙插管的问题、啊。人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嗯，您甭琼瑶，姚琼也不行，是不是？哎，你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行。为什么安乐死现在，对，得不到明确的执行啊？因为就会有很不同的看法，甚至就会有人借此犯罪，嗯，对，说既然他已经病了。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了，我正等着拿他的财产。琼瑶现在的意愿就是尊、叫还不叫安乐死，嗯、叫这也是台湾现在的促进的，叫做尊严死，嗯、就等于是消极的放弃治疗，不积极治疗了。我就是觉得就很多问题是人类没有解决的，
对，哎，王老师，这个就是说，您是这个老共产党员，就马克思唯物主义者，对吧？我不知道这讲这个您开心不开心，但是我有这个好奇，是，就是说，像您这个年龄，是，您对这种问题，您有什么打算吗？有什么考虑吗？我跟你说，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我也不希望任何破坏性的那种抢救，比如说把这个脖子拉开。这人弄一根管儿，然后一连就这样活多少年，我就不好意思说是谁的这种情况了。嗯，那我就觉得确实非常痛苦。嗯，对。我相信一个人呢，到该走的时候就走了，那有什么办法啊？可是这事儿现在是，您要不预留遗嘱的话，由不得您呐。是。他有这个问题啊？您现在对这个态度，下次《锵锵三人行》让我念一个，念一个声明。我的意思就是，起码有几类。这个事情你真是一时说不清楚。我也知道，也有这种高龄的人，说脖子拉开了干什么？过了一个月好了，哎，又活了一年才死了。对。那你说你这样的话，他这个也值啊，是不是？这一年也不容易啊！你想这一年我还能喘气儿，我还能不能三人行了？我至少跟我那个小猫小狗说说话。而且这种事儿吧，一个家庭里边，你现在别说一个什么什么后妈和这个，这应该算什么很多父。我就见过一大家子，比如说五个儿女，嗯，谁都不开这口，就说这个父母啊，有一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是插管子了，其实等于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了，啊。那么这五个子女这怎么办呢？医生要听子女的吧，谁都不开口，因为谁开口谁是罪人，谁是不孝之子，是吧？对啊，不孝子孙。你中国人更难开这个口。最后吧，我知道就这都是我身边的人的真事儿啊，就那个最小的那个儿女，比如五个子女，这个最小的那个开了口了，说的不治了。所有其他的四个人全松了一口气，其实心里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父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而且他很痛苦，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就这么决定了，这大家都不说话，都同意了，最后这事儿办了。但是经常是没有人能开这个口。您比如说现在已经好多了，你要过去更不能开这个口了，现在呀已经大家，比如这人确实看着他非常的痛苦，也绝对不没有治愈的希望。对，这种事儿的话呢，我们会考虑让这个就是病人呢、啊，这个老人呢、啊，能够减少痛苦。您说这尊严呢，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有些老朋友就是学医的，他们就说起这个话题非常的激动，他就说这种过分的治疗啊，让人的尊严毫无，你说是就是，又该有的反应也没有，对，这儿插着一根管儿，那儿摁着一个机器，然后是屎尿那什么各就都你可以想象，对对对，你人总是我走这一趟，对不对？我这对社会有贡献大也好，贡献小也好，我该这么走了。我就这么走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符合常理的。有现在有人提这个，就在中国这语境里边，我觉得也挺难得的。就是那陈小鲁，对，他们好像在做一个这种安乐死的，我也不知道是建有一个抗、还不是安乐死，就这种尊严死。他这个东西还要有法律程序的，对对对，就是你必须有你明确证明是你的意愿。对 对, 对，这个在具体手续上，而且是给你是清醒的时候的意愿。对呀、所以他们在传播这个。不会说话了，再让你。对呀、我都收到过，在这种微信群组里收到过，就是参与的朋友就说大家传播这个，就是当然那些群组里边有一些朋友已经是比如说就是退休年龄的了或者什么，应该考虑这个必须在你完全健康的时候你要留一个话，你要表示这么一个意愿。对，因为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出事、这个也有复杂的法律问题，就是说什么是你的意愿、你有没有做出判断的能力。对，那得有公正什么这一套。而且就是说琼瑶他们家这规律啊，跟一般中国人家里的规律有外相反。一般现在中国人家里的问题是什么？孩子往往倾向于不治了，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老伴儿啊受不了，这就有时候有这个问题。有时候啊就是这个
夫妻这一辈子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有时候对你觉得躺在床上的这个很可怜，可是啊，他就是他的半条命。你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老人呐、啊你要是让他呀，哪怕喘着气儿，这个老人还有点活，他就还能活。就往往你要让他走了，这个老人崩溃了，有时候就很，这、就是很难办。是是是，像刚才说到那个，我倒觉得也还有另一面，我们还得看到啊。你比如琼瑶也好，平鑫涛也好，他们其实都是在事业上啊相当投入的人。平鑫涛人家办那个出版的事业，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种事业上非常投入的人呢，也可能在这些事情上的想法上会更这个达观一些，更达观一些、哦、也更实事求是一些，我是觉得。所以但是他现在自己不知道了呀、这个我个人希望他们和子女的这些问题我就很快就过去。对，咱们被他们也别拿来当真当个生活，对也不要让它成为话题，这成为什么话题啊、这王老这提高了我们的道德水平。琼瑶的小说您怎么看？琼瑶小说这不是算通俗小说吗？算，因为他呀，他心意还是都很好的心意，我觉得，是吧？